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我是傅磊，感谢您在电视机前的守候。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补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和 PPTV 聚力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Apple 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当屏幕下方出现摇一摇角标的时候，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进行互动，即可赢得精美的礼品和现金红包。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他们分别是六人游合伙人潮汐、银朗文化董事长赵小叶、梅尔木眼科医院的创始人叶子龙、长春康达医院肥胖病科主任于树忠。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幸福心医院持有人。来啊，慢点慢点慢点啊。好，来介绍一下自己。马俊祖。很好听的名字，你多大了？七岁。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你画的呀？这上面画的是谁呢？我爸我妈。那你是送给你爸爸妈妈的喽，是不是？我看你脑袋后面是长了一个包啊，怎么回事啊？被蚊子叮了。生病了。生病了呀？什么病啊？蚊子叮的包有那么大吗？哦对，蚊子叮的包是没那么大啊。的确。那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吗？朗格汉。朗格汉，这是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有心愿要实现是吗？那我们把它说出来好不好？先说心愿好吗？来，上前一步，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和爸爸妈妈回一趟东北老家。来来来，有多久没回家了呀？怎么就哭了嘛？啊？让我算算啊。让你算算啊，你算算。五年。五年。四年，想家哈。好，不哭不哭不哭，我们先把爸爸妈妈请出来好吗？来，我们掌声有请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来了，爸爸妈妈来了。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马志强，来自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大家好，我是孩子的妈妈田欢。刚刚孩子的心愿是想回一趟老家。是的。是吧？说有四年没回家。对，因为我们是来北京带孩子来治疗嘛，经常需要住院，所以就是很久没有回家了。孩子是什么病啊？是一种罕见疾病，说起来比较绕口，朗格汉细胞一种就是恶性的增生，可以侵犯到就是类似于骨骼啊、皮肤、内脏，还有中枢系统。那会怎样呢？比如说侵犯到骨骼了，它会导致一些骨质的破坏；如果侵犯到皮肤了，会导致皮肤起一些皮疹；如果侵犯到内脏了，是肝大脾大；如果侵犯到垂体了，有可能会引起中枢性尿崩症。这有的治吗？有的治。目前通过不停的就是住院化疗，还有一些靶向药的治疗，来控制这种疾病。什么时候发现他有这个病？我们大概孩子是两周岁多的时候，就是头部出现了一个包块。然后带他到我们当地医院啊，也看了，也说是没事儿，然后也考虑是脂肪瘤什么的。后来是引起多饮多尿的现象了，然后我们才就是到北京来那个看的，最终在首都疗养所确诊。也就是说，第一次知道这个病症的时候，
你们还不了解这种病症到底是什么病？不了解，因为这个发病率比较低嘛，0.02%到0.2%之间这个发病率，而且这种疾病呢是1至3岁的发病率是最高的。我看你现在都成半个专家了。也没有，就是孩子经常生病，经常住院，对这方面要了解一点。孩子的病痛对你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影响，因为在老家吧，就是生活也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也挺好的。他一生病了，就把我们生活打乱了。对，就你们俩也没法工作了。对，因为经常去医院嘛，就没法正常的工作。啊，其实我们也工作，就打点零工之类的。钱够用吗？钱肯定是不够用啊，但是钱不够用，日子也得照顾，也得工作呀。那这个老家还有谁呀？老家现在有他大爷大娘，还有他的堂哥，然后还有爷爷奶奶。4年没回家，你想家？也想家。啊，还是说在外面奔走习惯了？已经慢慢的淡了。其实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挺不适应的，因为过习惯了家里的安逸生活了。然后再到这北京，然后变成一个蜗居生活，然后还要不停的去跑医院，然后其实经济压力是一方面，主要是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主要是遥遥无期的感觉。是的。以前没想着还要去打工，要蜗居租个小房子。北京住哪儿呢？东五环边儿，通州了吧。住多大的房子呀？10平米左右吧，就是公寓的一个小房子。打什么零工呢？楼下货站，然后做点零工，还做一些就病友的疾病宣传了、活动了，做一个病友组织嘛。你呢？然后来北京也是一直就照顾儿子嘛。你没干活？对，因为大了嘛，要学一些东西，然后想着。现在我可以教一教他嘛。原来在北京我一直也是上班的，不上班也活不了呀，再加上孩子然后住院也需要费用嘛。那有效果吗？治疗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停药了，那时候是住了23次医院之后停药的，停药了大概1年，然后又复发了，是累计住院是40几次了。复发的那一次让你特绝望吗？停药了之后就说明病情控制住了，治疗好了，然后又复发了，就相当于重新开始治疗。当时心里头肯定是不太好受啊，又觉得生活又回到求医，然后继续反复住院的过程，有点厌倦这种医疗生活。你大老爷们儿因为孩子的事儿哭过吗？刚开始确诊的时候，然后哭过，然后躲着他哭啊。也躲大老爷们儿吧，躲着点。然后后来复发的时候说，还需要重新开始治疗的时候，平时的时候我还好了。然后主要是，妈妈吧，就是妈妈哭得多。对，尤其是复发以后嘛。对，复发以后其实对我们打击，还是蛮大的。这种病治疗起来会很痛苦吗？是，化疗后会有一些身体反应，比如说发烧了，免疫力比较低了，然后还有的时候还会有吐的现象，就是萎靡不振的那种感觉。小马同志，这4年你进医院你哭过吗？告诉叔叔哭过吗？其实他还是蛮听话的，还蛮听话。记得有一次做的是腰穿，当时我们在大人在外面哭，然后他在里边只是不像一般孩子特别就是那种大声的哭闹，然后他就是趴在那儿眼泪往下流，但是一点声都不会出。然后我们抱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毕竟小嘛，我说你要想哭你就哭嘛，然后刚要哭，后来护士阿姨来了，然后他看见护士阿姨来了，他也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他把眼泪又憋回去了。憋回去了，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孩子真的很坚强，病生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还不如生在我们身上，觉得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他就那个眼泪在眼眶里掉吧，他就硬忍着不掉下来啊，让这个父母啊心里特别难受，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吧，是吧？还好现在治疗的效果挺好，再有3个多月吧，然后就可以不用再去医院了，然后平时就是复查了，然后再就是在家口服一些靶向药和一些控制他那个尿崩症的药就可以了。他是不是经常是喊着要回家？对，他有个堂哥嘛，比他大2岁，
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在一起玩嘛。啊，他在这边经常去住院出院的，然后没有玩玩嘛。过年都没回家吗？没有，因为那时候差一点就在医院过年了，所以就是就特别害怕突发状况。对对对，所以不敢回，不敢离开北京。那这次停药了，不复发了，就可以回家。对对对，头一次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个孩子他的心愿是要回家。四位老师对于这个孩子的幸福心愿的解读是什么呢？我在这儿看着啊，就是他一直在抬头看着他妈妈，就他从头到尾他没有看过前面的这个摄像头或者我们，他一直在仰着头看他妈妈。我觉得一定能走出来，还有3个月就结束治疗了嘛，对吧？孩子就能回家了。所以我们在这儿除了能给你们祝福之外，我还想送小朋友一个礼物，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一定能够给孩子去报这种兴趣班，所以我们迎朗文化愿意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让你跟喜欢的小朋友一起画你喜欢的画，希望你永远都能健康幸福。谢谢阿姨。我很欣赏你们全家人讲述这场突如其来灾难的态度，灾难来了我们就坦然地去面对，去想办法去解决，没有怨天尤人，这才是一个正常家庭的一个榜样。也希望能祝福到你们，让孩子快点好起来。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刚才赵小叶说可以给他找一家绘画机构，是吧？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他喜欢画，就让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来寻找自己的快乐，好吗？好，祝你们幸福，再见。在小俊祖单纯的眼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对家的渴望。坚强的小俊祖，简单的心愿背后，是这个家庭多年的坚持和希望。希望小俊祖的病可以早日康复，更希望这个家庭可以回到他们原有的生活。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你们好。来，两位坐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我叫毛小莲，今年29岁，身高80厘米。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的，我叫何顺林，1.34米，这个是我老婆。他俩挺有夫妻相的啊。来，再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两把凳子。你看了你们的故事之后啊，我就记住了一个成语，叫三分三合。对，那我们就说说呗，我们先说说身体情况好吧。你们俩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因为我是侏儒症。侏儒症。对啊，就是瓷娃娃。瓷娃娃。对。你呢？我是后天型的吧，几个月的时候好像是摔了一跤，也不知道怎么摔的，当时那个时候嘛，父母都比较农忙，就没有时间带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爷爷带我的人呢，就圈在那个山子里面，那个兜着，都3岁过后了，才发觉后面有一个小包了。长期蜷缩在那个啊，对，篮子里，对，就造成了背部的畸形。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们在网上认识的吧。网上认识的。谁来说说认识的经过呀？我来说吧。啊，你说。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残疾人，也没有什么外交的活动。也没有朋友同学，就是我哥哥买了台电脑，然后就和他一起学，就会了打字，然后就自己建了一个 QQ， 然后无意之间他就加了我，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聊着聊着聊了1年多吧，然后就说见面，见面的时候就在一个公园里面，本来想的可能刚刚看了个那个照片，还觉得还行。不，你们没有视频过啊？有啊，啊，视频一般就是看脸，啊，上半身。他脸怎么样？这位老兄，帅吗？一般。一般，哦，没看上啊，哦。那你呢？你第一次视频看他看上了吗？没有。应该说，对我的印象还是挺乖的。啊，哦。怎么说？那个时候也没说没什么想找老婆非女朋友吧。啊，哦。因为那个时候从我们家里面吧，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经济状况也不好，因为我们父亲发现他就是食道癌，癌症晚期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医了我爸爸，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活过来，还是领我们去了。那个时候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耍朋友啊，就生活的艰难让自己不敢想，不敢想将来还会有一个伴侣 啊。对啊，你不觉得你老婆有点包租婆的感觉？
就脸上有一颗痦子。他们都说是媒婆痣啊，对对对，媒婆痣。就第一次见面，彼此之间都没太大的感觉。他那个时候在成都，帮他跟他父亲一起在卖菜，当时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哎呀，怎么说呢？他坐的那个儿童玩具车，应该大家都知道吧？电动的，电动的。我女儿有一辆，带遥控的吧？不带遥控，不带遥控的，但是带电的。他坐在这么高。第一感觉的印象啊，不理想，太小了。多可爱啊，你也很小啊。哎，是可爱啊，但是因为他坐到，他说坐轮椅的话啊，我看到还可以。他坐那个小车子里面，只有那么高。哎，你为什么选择开辆车过去？我爸爸他在成都卖菜，我就给他说，我就说我需要自由，我想出去。他找了好几个月，在某一个超市里面找到有那种儿童玩具车。就是可以方便我走那么几十公里。那车要是没电了你咋办？我会记得时间的。然后每次开的那个车就可以去附近转一转那些。就是第一次本来开辆车去还挺拉风的。对。结果呢他嫌你小。到时候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啊，没抱希望。他叫我给他买礼物，你们猜我买了什么？买啥？地摊上1块钱的项链。1块钱能买啥项链？因为不想把那个太多的钱，那你就别买呗。还是有一点心意吧。你好歹买个2块钱的呗。1块钱至少有个心意嘛。他不知道我是多少钱呢，我只是揣在包里面，你们拿出来，来送你一个礼物。他带了没有？没带。你当时觉得他特抠吧？对，我觉得这人不靠谱。哼，老娘开着玩具车走了。那第二次呢？怎么又联系上了？后来还是我。找他的吧，哎，都怎么说？那个时候只有 QQ， QQ 上很难碰到的，你搜索对方才行啊。对啊，你怎么会碰上呢？我们搜索网名都是搜索怎么的，伤心的，伤感的。哇塞，他以前的名字叫心命相连嘛。心命相连。哎，对，但是我给我的感觉都是好像他，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都是残疾人吧。其实当时他加我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残疾人，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要找那种很感伤的女人呗。哎，对。你要去做他的心理良药呗。哎、对，那个时候趁虚而入呗。哎，那你们第二次，你第一次没看上，怎么第二次又联系上了？第二次还是无聊，就上班族嘛，都是3点一线，起床、上班、睡觉，都没有多余的消遣时间，只有上网。他那 QQ 我就没算过，偶尔打一两个字过去，在吗？过得好吗？他有时候发两个信息过来，在，还可以吧。我说你现在在哪呀？他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卖菜。那我说每天休息，我过来看你可以吧？他说可以吧。那你们俩好无聊啊，不是没看上又看上了吗？哎，但是都。还是说的嘛，朋友嘛，三顾茅庐啊，朋友啊。然后我第二次去就买了15块钱的水果。哎，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下血本呢？第二次到别人家里面去如果打个空手去就不像样了吧？15块钱能买啥呢？15块钱买了一个西瓜。还是买的那种盒装的，那种一花一花的。然后买了几个盒装的那个。就是他都是现在卖的那种，就是那种10块钱、15块钱一份的那种。他来的时候，我甩都不甩他，就是我就卖我的菜，他就一个人都没招呼，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坐了一下午。不，我表妹在那里，我表妹理他了，让他坐，他就坐在那里。那第二次又不开心了。第二次，当时我去的时候，看到他卖菜，他声音挺大了。什么？我都喝不出来那个。你喊一个我听听。他叫来来来，就是菜摊。什么处理了？来来来，放光，一块了。所以你对他的印象好了一点了吗？哎，感觉挺会过日子。虽然走不了，但是手脚比较麻利。他的生意来的时候啊，一窝蜂来的时候都是太婆大爷一些，他就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都叫你给他称，他都忙得过来。把你看傻了吧？我称也称不了，称不来。你都不会看秤啊？对，那个时候根本不会看，对吧？不会看，所以你就喜欢上他了，感情嘛就好一些了。他跟我说了，我们交朋友，但是我家很钱，有钱。我家有钱，还有这样谈恋爱的？你啥意思啊？
没有啊，我就是调侃他嘛。然后我想你家有钱管我什么事是吧？我就说你有钱你有你的，我过我的日子，我们大不了就不交往了，第二回就分了。第三回就是他就叫我去参加一个袖珍人聚会，在成都。我说需要什么费用吗？肯定我要问一下嘛，因为我家里面还有两个弟弟，那个时候还在读书，肯定要经济要抠一些吧。好像他说有人包吃包，有人出钱赞助啊，有人赞助包吃包住，抠，真的是抠，抠到家了。去了吗？去了，还是我到他们啊，好像是他爸爸送到他聚会那个地方，我去接的他。见到岳父了。那个时候也不根本就不知道是岳父只是叫了一声叔叔。然后聚会大家见了面过后，有贵州的、云南的，都想到成都去玩一下，各个旅游景点啊、小吃啊什么去看一下。然后他爸爸就回去了，都他留他一个人在那里，没人照顾他，只有我们是朋友比较深刻一点嘛，就是交往要多一点，就我照顾他，什么上车啊、下车啊、上厕所都是我抱他去的。你正好可以献殷勤嘛。干嘛？上厕所抱着你去，你打他干嘛？我又没偷看，你不是有个板凳吗？都放在那里自己去。我是把你抱在厕所里面就可以了。所以你就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了，是吧？哎，一直对他的印象其实还是蛮好的，除了他抠。人家那不是抠，没办法，节省，苦日子过来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正式交往了。父母同意吗？父母刚开始都不同意，然后就双方都不同意。他的父母没有说什么。你父母反对？对，主要反正就是怕我受伤害，就是想到我们都是残疾人，他有没有那个就是能力来照顾我。他就表达了他的那个真心嘛，他就说这次他是真心的。然后我就告诉我的父母说，我说要不就让他过来卖菜，然后他就辞了职。卖菜？对，他就过来跟着我们学卖菜，成为卖菜的一员。他比较勤劳。那个时候他家里面的哥哥、嫂嫂、妈妈、姑姑一大堆，他们家里面的人。然后我去见他们的时候，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单枪匹马对他们一家。结果还是把他拿下了。你厉害。厉害。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他就问我嘛，我就说我第一我敢跟你们承诺，我不会让他受一点伤害，第二我以后的所有一家人的所有开支啊、收入啊全部由他保管。前提是开支由我保管。存款现在还是你在管啊，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吧。一看就是领导范儿嘛。他是老大，家里面老大。你们结婚多久了？七年多吧，快八年了。想过要孩子吗？之前也怀了一个，但是之前三四个月的检测的那个指标都比较好，而到了五个多月的时候就发现孩子的骨骼就有一点遗传我。六个月的时候就把它做掉了，因为不想让下一代就是说接下来像我一样从小到大被病魔的折磨那么痛苦，这样他辛苦，我也觉得不好受。那收养一个呗，领养一个。之后我们就确实两个人在一起，就想一家人就有一个孩子，就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女的来说，就总想当一次妈妈嘛，然后最后就领养了一个孩子。现在我孩子已经四岁多了。怎么样，长得？很可爱的一个女孩。那挺好。一家三口团聚了，对。那今天有什么心愿呢？是谁的心愿？他心愿吧。你来说。来，这样。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是改善我们的蔬菜店。谢谢，来，请回。现在没有蔬菜店，只有一摊儿，是吧？对，我们现在是属于摆地摊的形式，我们就在那里卖菜，然后每天反正就下雨吧，然后也不能遮雨，出太阳的话
就菜会晒得很黏，因为夏天嘛，如果一出太阳的话，就很多叶子菜呀、啊。但卖菜不都这样卖的吗？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想把，因为我做蔬菜店也跟着父母一起到现在也差不多10年了。嗯。然后我就想，就现在互联网也比较发达，然后我就想，就说把蔬菜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那你有供货商吗？供货商我没有啊，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渠道，主要是没有这项的技术。大概需要多少钱来做这个店？你算了没有？几千万吧块钱就可以。这个蔬菜店不需要太多的钱。你要多少个人工啊？人工我们两个就可以了，我们家里还有老人都可以帮我们。上货、进货、送货，完全没问题。行，你们看看这合不合理？其实我觉得互联网的蔬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开始享受家庭生活，愿意做一点菜，但是很多人下班之后是没有时间去买菜的，对吧？对，所以如果你能，现在的工作节奏太快了，对，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逛市场，甚至于很多人他是没有时间去挑菜的。如果你们可以把这个你们的蔬菜，就是你按周给他配送，然后呢他基本上这个月是多少钱一固定的价格，就按照那个菜谱，对，然后他自己回去做，然后你甚至于可以帮他加工成净菜。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对很多年轻人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如果你想做这一块的事情的话，我们迎朗科技愿意给你最大的支持。谢谢，也希望你们这个小店越开越好。好，谢谢。刚才听了你们这个爱情故事啊，觉得这种几起几落这种感觉还真好。不像是我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这种，就一谈就成功，一成功又结婚，一直过到现在。哎呦，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是？哎，我觉得这个中年男人这么说的话，可不是，我又觉得他那种那有起有伏，这个才有快乐。你是觉得你的生活太平静了？对，太平淡了。啊，了解了，都懂了，太平淡了。我觉得啊，你们现在要开个小店，我很支持你啊。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呢，愿意助力把你们小店开起来，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减肥中心呢，愿意助力你们圆梦，也同时希望你们呢，回去好好工作。谢谢。所有人的幸福都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把这种幸福最大化。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会觉得我今天我这儿美了，我还再整一下啊，我今天找男朋友我还要更高一点的哈。但是其实每个人要找到真正适合属于自己的定制的幸福，你自己心满意足就可以了，幸福不能比。所以这恰恰是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很多类似于像你们这样的朋友，他们之所以幸福快乐，就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对，好吧，找到了就好，那就好好过，好吧？好，谢谢。别的就不多说了，抱着你的媳妇儿回家去吧。好，哎，谢谢，谢谢。这对特殊的夫妻，面对外人异样的眼神，却依然热爱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仅有让人羡慕的甜蜜爱情，更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今天的他们只有一个卖菜小摊，生活却充实而幸福。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彩节目马上开始。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补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如果你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分享有关于你的故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出微心愿来参与到本栏目当中。下面让我们进入金云中央厨房每周荐书。金庸在《笑傲江湖》当中创造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侠世界，故事曲折精彩，寓意深刻，人物形象立体而又丰满，性格迥异。这周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本书，金庸的《笑傲江湖》。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和 PPTV 巨力来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以及网易娱乐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APP 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